大将叫萧塔岭，这萧塔岭乃是辽方的谭院大王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这萧塔岭率领着10万虎狼之士，连破我大宋11座州城，这日攻到我澶州城下，此城乃汴京燕，若为辽寇所破，则我大宋休矣。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，我军7位壮士冒死。 潜入敌后，用右头弩射杀了萧塔岭。这萧塔岭一死啊，辽军顿时大乱，我大宋官兵士气大振，这战局立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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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呢？后来如何啊？ 后来，宋辽两军就在澶州城签订了澶渊之盟，盟约规定，两军就此罢兵，从此永不再战。好，好，好。各位客官，今日到此为止，明日请早。啊，多谢，多谢。这形势大好，为何不乘胜追击，灭了那契丹人呢？辽军大将虽死，但兵力尚存。 如若以死相拼，我大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，而两边百姓更不知会有多少生灵涂炭。一相公之间打了胜仗还要签合约是好事不成？澶渊之盟至今已50余载，双方边界生育繁息，牛羊备野，代白之人不时于歌，百姓安居乐业。相公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好，好。 可是有一事不好，什么不好？你很不好。你说，我有什么不好？相公最近是否头疼？头疼欲裂，痛处是否固定不移，痛如锥刺，心烦易怒，夜眠不宁。确如相公所说。请坐。吐舌。 舌苔薄黄，脉弦有力，此乃肝阳上亢之状。相公年纪轻轻就有这等见识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哎呀呀，你连他都不认识啊？蜀中唐家乃是川内第一名医世家，这位是唐家的二公子唐慎微。哦，唐公子，难怪，难怪。 我看您养尊处优的，也不像是一般人物吧？我姓李，名瑞博，初到贵地。哦，您就是新上任的知府大人，恕草民眼拙。大人年纪也不是很大了，就得了这病，十分不好啊。我这头疼病啊，有几年了，发作时厉害，过去之后呢，与常人无异，不知道有什么不好。此病乃六淫之邪外袭。 上犯颠顶，邪气激流，骨恶清阳，气血不畅，足恶落道而致头疼。因于肝者，一因情志所伤；肝湿疏泄，育而化火，再因火盛伤阴；肝湿濡养或肾水不足，水不寒，故导致肝肾阴亏。此病治病之关键在于平肝潜阳，息风止痛。王爷饶命！ 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父王，宁儿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父王，都杀了好几个了，再杀就没人敢来看病了。治不好病，留着喝呀！走。 壮志未酬，竟然被这个头疼病弄成这样！啊！多谢郡主救命之恩。起来吧。谢郡主。
我父王这病真就无药可救了。郡主，我大辽地处北方，医术之道远不及南方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宋人医术源远流长，其地名医甚多，各种疑难杂症，皆有对症之策。若能仔细寻访，或许有治疗的方法。 谢谢大夫啊，那个我看一下。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几天了？三天。侍卫喝茶。谢了。相公喝茶。哦，放哪儿了？哥哥，此穴不宜行针过久，差不多了。 阳气虚衰，阴寒内盛，行针不够，焉能有效啊？话虽如此，行针过久，恐伤脾阳啊。照你说该如何呀？行针到此就够了，再配以汤药煎服，慢养一个月就能好了。好了，针灸就到这儿了，去我兄弟那儿开个方子就好了。先坐，等我开完方子。 让我去南朝求医？是啊，两边如今交好，没什么不可以吧？娘儿，您爷爷为宋人所杀，我们与宋人不共戴天。父王，为了我们大辽边疆稳定，为了我爷爷的血海深仇，您这病啊，一定要治好。那也不能低三下四去求敌人，万一受人羞辱，父王的颜面何存？ 如今两边相安无事好多年了，当年萧太后驾崩，宋人那边还素服祭拜呢，父王找他们看病，那是给他们面子。我估计啊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唉，此事需奏请皇上恩准，父王绝不敢自专。皇上，他会不同意吗？他不是很想娶我吗？ 胡言乱语！好啦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您跟皇上请个假，我安排车马，准备启程。哎，宁儿，宁儿！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启奏陛下，观医署奉旨以《开宝本草》为蓝本。 重新编撰医书，至今已三年有余。臣前日前往检视，完成尚遥遥无期。如此拖延怠慢，臣请皇上治罪。不错，三年多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是何道理啊？启奏陛下，自奉旨编撰医书以来，观医署上下诚惶诚恐，日夜无休。 岂敢有一丝一毫怠慢？然而旧有的本草因早年战祸，其中的途经和药土已经散佚，加之新药品种日益增多，真伪难辨。我等又不忍敷衍塞责，草草了事啊，故有所拖延。望陛下明察。那也得有个期限呐，医书关乎民生，不可拖延。陛下，观医署的太医们。 整天闭门造车，难有作为。臣请陛下下旨，征调全国名医入京，参与编撰所有资料，由梁颂加以编辑。如此，集全国之力，必能更快更好地完成。陛下，征调全国名医进京，耗费巨大，恐劳民伤财啊。制作本草，乃是功在千秋。 利在万民的大事，花点钱就花点钱吧。陛下圣明，启奏陛下，霸州巡检使急报。什么事啊？辽人南院大王萧天雄越过边境，说是要来我京都求医。求医？他带了多少兵马？只有亲随数十人。哎呀，今日倒巧了。
刚说到编纂医书的事，就有人来求医了。欧阳兄，你以为如何呀？萧天雄只带亲随，不像有什么异动。若真是求医，我大宋自当礼遇。陛下，萧天雄乃萧踏林之子，与我朝有杀父之仇，此人能征惯战，不亚其父，乃我大宋心腹之患。他既来求医，必已病入膏肓，我可趁机除之，以绝后患。趁人之危，不是我泱泱大宋的气度。如果他真来求医，关医叔要认真的诊治。遵旨。老先生名扬蜀中，两个儿子也是出类拔萃，精于医术，真是令人羡慕啊。大人过奖了，沈岩资历尚浅，沈威脾气古怪，他们还是不堪重任。哎，我这头疼的病啊，就是你儿子给治好的，怎么叫不堪重任啊？唐老先生，您过谦了。不算治好，要保养不当还会反复的。多谢神医指点，瑞博谨记。什么神医？大人见笑了。关于朝廷征调之事，还望尽快出发，不可耽搁。老九要是再年轻几岁，去也就去了。爹，不用担心，儿子替你走这一遭。你家一门神医，不管谁去，不要耽搁就好。告辞。我觉得吧，休得再说了。父亲年迈，我为长兄，自当替父应征。爹，怎么了爹？沈威，父亲大人在上，儿沈威深受养育之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朝廷下征调令，父年老体迈，不可千里跋涉。兄长乃一家之主，妻儿牵挂，儿思再三，理当代父赴京。父兄勿念，京城事毕，我即回来。小二，粥一碗，馒头两个，若有咸菜再来一点。哎，好嘞。酒肉需要吗？哦，还要赶路，不必了。哎，好嘞。粥、馒头、咸菜。哎，小二，这里去京城还有多远呀？不远了，再走三天就到了。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谢谢。客官，您也是进京赶考的吧？哦，我不是进京赶考的，在下是个郎中。郎中啊，您真是个郎中。嗯，是啊。那真是太巧了，我们这店里有个病人上吐下泻的，已经躺了两天了，要不您给瞧瞧。上吐下泻啊？吃完再看可好。二位相公，这是位郎中，你给瞧瞧吧。郎中，救我。听口音还是蜀中老乡呢。老乡，救命啊。恶心呕吐，顽皮腹痛，腹泻急迫或泻而不爽，粪色黄褐而臭，肛门灼热，烦热口渴，小便短黄。对对对，都说中了，我快死了，你救我吧。昨天是否在山上摘了些野果子吃？难道野果有毒？我也吃了呀。后来又吃了条鱼，喝了些酒。不错，不过我没有喝酒。这就是了。
好了，没事了。野果多有毒性，不可乱吃，吃后饮酒更是毒发十倍百倍。相公慢走。你哥哥都已经好了，你不让我走做什么？诊金还没有收呢。这点小病举手之劳，诊金没法收。看病收钱天经地义，你若不收，我哥哥那儿可没法交代啊。哎，二位兄弟可是进京赶考的书生？正是，在下孙哲，我哥哥孙氏，我二人奉父亲大恩之命上京赶考。我这辈子啊最佩服读书人了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咱们交个朋友，进京之后一起喝杯酒，这比收多少诊金都值啊。相公如是说，那我兄弟就交定这个朋友了，到了京城一定要一起喝杯酒啊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感觉如何啊？啊，反正头是不疼了。那可不就是见好了吗？父王，咱们没有白来这一趟吧？嗯，若是真能治好的话，老夫也算是重生了啊。一定能。父王，我想出去逛逛。这里好玩吗？好玩，特别好玩。喜欢这里？当然喜欢了。嗯，那好。等父王的病好了，就把这汴京拿下来，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这玩了。父王，你又开玩笑，咱们梁宋不是一家亲的吗？啊，是吧？哎，继续。啊，对了，你上街啊，把布花他们都带上，以防不测啊。哎呀，父王，不用，宋人一个一个的都客气副礼的，根本用不着。哎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去！哎，干什么的就往里闯，不要命了？这是哪里啊？瞎脸的狗眼，这里是观音署。哦，那就对了。哎，你再胡闹，先把你抓进监牢。我没胡闹，我是奉调进京的大夫。大夫，就你？有没有二十岁啊？大夫就非得是老头子吗？你下午再来吧，太医们都奉旨出诊了，里边现在没人。哦。姑娘，这伞多好看，你看有花有蝴蝶啊。哎，哎，没给钱呢。来来来，给你。鸟真乖，多少钱啊？两百吧，一碗不能再少。不要了。等等。250文，这鸟归我了。我先要的。谁先买的无所谓，关键看人卖给谁。我出一贯，这鸟归我。好嘞。哎，等会儿。小姑娘，你还跟我抢？莫非你们家里人在朝廷里边当官的？没有，怎么样？没有，你就这么嚣张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干我屁事儿！我只知道这鸟是我的。行，这鸟给你也行。要不这么着，你亲我一口，我就把鸟给你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可以。光天化日的，你们不怕王法？王法？
你不知道朝廷里边的刑部上大夫吗？好，有胆你就来。来，来，上车，几位因何惨叫？胳膊断了不成还能笑吗？哦，那倒不必。我看几位情况不像是胳膊断折，倒像是脱臼。我们自己哪儿断了，我们还不知道吗？少在这说风凉话，滚！我是个郎中，如果你愿意并且有求于我，我可以为你们医治。滚！既然出言不逊，告辞。哎，郎中别走啊！我求你给我看看。疼死了！既然有求于我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大喊一声！啊！大喊一声！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如何？嗯？好了，不疼了！大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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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一个来。把这位客官面前的馒头和咸菜给我收了，上四个店里的招牌菜，再来一壶最好的酒。最好的酒，本店最好的酒，那价格可是贵得厉害。要不然您换一壶稍微实惠一点的。贵得厉害，是说你们店的酒好？那是自然，京城第一。好，再来20斤，我打包带走。二十斤，那可要十好几两银子呢。花哥，我没带银子。够吗？哎，够了够了够了。哎，有找有找。不用了，剩下的给他们几个上酒上菜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姑奶奶您稍等。哎，我的菜。哎，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认识你啊。那就对了。不对，完全不对啊！什么对不对啊？你是个郎中。你说对了。我病了，你给我瞧瞧。小姐面色虽白，大概是因为擦粉的原因。小姐无病。我有病，你仔细瞧瞧。小姐虽然有水粉遮盖，但是面部的粉痘还是很明显的。大概是因为喝酒吃肉之故，稍加节制会好一些。我真的没病吗？小姐应该是没病，但你总这么问我，我倒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是不是因为我孤陋寡闻，不知道小姐的症状？惭愧。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叫王宁。北方人士，陪父亲来京求医。刚才在街上看你给几个地痞流氓接骨，手艺高超啊，所以啊，我只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地痞流氓？对啊。我哪知道啊？交朋友？
也不太好吧？你看不起我？哪里哪里，小姐年轻貌美，一看就是待字闺中。我一个游行天下的，怎么可以？再者说，古人云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。还挺迂腐的。我真的年轻貌美吗？那个自然。我就把你当朋友，是因为我父亲病了，如果别人治不好的话，还可请你帮忙。你别胡思乱想啊！我哪里有胡思乱想？没关系，我们北方人不会在意你们胡思乱想的。君子立事，动必有道，语必有理，求必有义，行必有正。还真是个呆子。我，何呆之有啊？写得好，写得好啊！此生文采横溢，策略老道，确实是惊天伟地之才呀。说得不错，我感觉这篇文章比爱卿所点的第一名还要更好一些。皇上圣明，确实如此。这就怪了，大学士，那你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第二名呢？启奏陛下，阅卷之时，欧阳大人觉得这篇文章的行文字体都颇似他自己的学生真拱之作，未必嫌疑，欧阳大人才批下第二名。采风之后才发现并非真拱之作，微臣也不好再改了。举贤不避亲，爱卿过虑了。那么这篇文章究竟是何人所写呢？皇上，这个考生名叫孙氏，乃我翰林院校书郎孙寻长子，其弟孙德这次也榜上有名。一门三才子，真乃是千古佳话呀。来，元儿，太公，来了。心如雪，心不病则神不病，神不病则人不病。有道理啊。养心又在凝神，神凝则气聚，气聚则行权。君子在俭则以处俭，在困则以处困。道无时不可行也，不以俭而俭，困而困也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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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说了，脑袋都疼了。你有学问，我佩服你。我有什么学问？最近京城正在考状元，那些考生才是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呢。你说那些书呆子呀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嘁哩咔嚓一刀一个，没什么大用处。姑娘这话也太凶险了吧？我们北方人是这样的。你再是北方人，也说我大宋国子民吗？总不至于你是契丹蛮邦之人。我不像吗？姑娘花容月貌哪里像，倒是那位不花大哥啊。没事没事，您多喝点。哎，你会治头疼病吗？头疼病因甚多，需查明原因，因症施治。你随便说说最常见的。姑娘，在下下午还要去观音署报道呢。你是观音署的？不是。那你报个什么道呀？报道以后就是了。你就是唐征的儿子？是。哎，哎，你回去吧，把你爹叫来。家父年纪大了，腿脚不便，不能前来。慎微替父修书，有何不可？朝廷下令，命我等编撰集古至今汇集天下所有药方及医药之大成的医书，那需要的都是各地的名医，或者有几十年行医经验的老大夫。你资历尚浅，实难胜任啊。编撰医书讲究精准细致，见解独到。我虽未能效仿神农尝百草，但我自幼研习医书，收集的草药良方也有上千，自信强于一般的郎中。一般的郎中？你以为我观音署都是一般的郎中？在下并无此意，
只是这次朝廷下征调令，调的是编书的人才。慎微既能胜任，大人又何须在意慎微年资不足呢？年纪轻轻，说话倒是自信。也罢，你且留在观医署，协助抄写誊录。经考察后，若真有才学，自当另用。多谢大人留用，慎微必不辱使命。恭喜发财，富贵吉祥。恭喜发财，富贵吉祥。这南朝的酒，味道还行，就是软绵绵的，不如咱们大辽的奶酒有劲道。哎呀，宋人地方就是这样，温润绵软，可是我却很喜欢。你们女娃娃当然是喜欢了，可是为父我，却日思夜想咱们的大辽呀。那也得把病治好了才能回去啊。这段时间我觉得大有起色。这宋人的针灸汤药确实很有效果，可是人家观医署的梁大人说了，你要治本呀，还需时日，急不得的。哎，我已来此半个月了，如此拖延下去，岂不误了大事？那怎么办呀？半途而废，岂不更糟？要是我大辽也有这般大夫就好。怎么可能？除非啊，把这帮太医都请到咱们那儿去。是啊，要是那样的话，就好办了。说的简单。这些已经筛选过了。你就不用再看了，只需把我们整理好的抄写誊录整齐就好了吗？梁大人啊，在下仔细翻阅过这些典籍，发现有很多遗漏错讹，所以我想重新订正一下。唐神威，这些典籍都经过三位以上医官核查校验，我也亲自看过，怎么会有错误？你的工作就是誊录，其他事情你就不要管了。明知有错，学生而不纠正，学生怎配做个医生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不配做医生？不敢。唐神威，《本草编撰》，皇上已催促多次，再不完成，这观医署上下均要受责罚。我身为观医署院士，肩上的担子很重啊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就好。该做的做，不该做的不做，这是我们身为医官的本分。唐医官，有人送请柬给你。还不知道啊，我们老家一对兄弟被皇上欧阳熊大学士钦点中了进士，厉害啊！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啊！快看，来了来了！曹家有二年丁酉科新科进士，第二名孙慧士，第六名孙慧哲，二位老爷到。孙氏、孙哲他们两个，好，好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谢谢堂兄。哎，堂兄，你为何看到我兄弟二人不理不睬，转身就走啊？二位金榜题名，十分忙碌，在下实在不好意思打扰。哎呦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若不是你药到病除，我这考试不也耽误了吗？堂兄，你可是我的恩人。对吧？说好了做朋友的。走，今天哥可是专门来请你喝酒的呀。等二位不忙的时候，在下一定和二位喝两杯。有什么忙不忙的，咱们今日就喝啊。
李文请，李文请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孙老爷，现在上菜吗？不急，还有贵客未到。二位既然有贵客，盛威就别在这儿瞎掺和了。哎，堂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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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贵客呀，就是我爹。你若现在走了，也太不给兄弟面子了。既是令尊大人，盛威倒真想拜见一下。那不就得了？一会儿啊，有我哥哥亲自炮制的红烧肉，你可得尝尝。在老家呀，我哥这做菜可比写文章还有名呢。是二成。父亲大人，欧阳大人来了，你们快随我下楼去迎接啊。是。不必不必了，今天是朋友相会，不必来官场那一套。拜见欧阳大人。免礼免礼，不是说了吗？朋友相会，哪个是孙氏？学生便是。没想到长得如此圆润可爱，和你笔下犀利洒脱的文字大不相同啊。哥哥打小爱吃喝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好吃爱喝，性情中人。你就是孙哲了？是。如此清瘦，和你哥哥大不相同。虽说他们相貌各异，感情却是极好的。更难得的是，兄弟俩一样才华横溢啊。这位是在下唐盛威，拜见欧阳大人。他是我们川中老乡，是一位很厉害的郎中。哥哥进京赶考之时啊，误食野果中毒，幸得堂兄相救，这才没有误了考试啊。嗯，你这个郎中有功，他俩若不来，朝廷就失去两个栋梁之才呀。举手之劳，不敢贪天之功。唐盛威，唐盛威呢？啊？哎，大人，我在这儿呢。快去把那些送人的太医叫来。今日上朝，欧阳大人可是跟我提到你了。没想到你是个贵人了，结交的都是大人物。孙氏孙哲兄弟，皇上说都是宰相之才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碰巧相识倒是很投缘啊。其实本官第一次见你就非常投缘，只是你还年轻，我想让你多锻炼锻炼，哎，故而没有。学生明白，学生自当努力。哦，梁大人，梁大人，啊，何事喊叫？回梁大人，班金管贵宾又犯病了，请您速去。意料之中啊。什么病让梁大人如此叹息啊？头疼。学生研究头疼多年，颇有心得。多年，唐盛威，我研究医术恐比你年纪都大。你既有心得，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啊，谢大人。啊。父王，太医来了，快有请。总算来了。王爷身边我留的丹药吃完了。没，不点事儿。不顶事了。啊，我来看看。大人，病人疼痛，我可用银针刺穴帮他缓解一下。刺穴镇痛，我不会吗？王爷啊。大人，此针再入半寸，效果更好。风池不可不入针。这，唐盛威，你后退五尺，莫骚扰于我。是。大人，这疼痛之状依在下之见，需以毒攻毒，用药猛烈些才好。这唐盛威呀，他脉息不宁，明显的内热虚结，猛药下去，若血冲脑经，岂不性命难保？大人，此人身体强健，体质极好，用药稍猛些，断不致死啊。罢了，老夫行医四十余年，这般冒险的手段绝对不错。梁大人请留步。何事？我家郡主请大人单独说话。你们先回去吧。
郡主找下官何事？是不是王爷？我父王没事了，他睡下了。那郡主找我？今天来的医官好像有个新人。郡主好眼力，他叫唐慎微，下官第一次带他来。方才他和大人为何争执？那还不是为了救治之策呀。哦，他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年轻人不知深浅，有什么手段？若不是他结交了些朝廷里得罪不起的红人，我又怎会把他放在眼里？不瞒大人，我和此人也有一面之缘。郡主怎么会认识是他？这个大人不必知道了。来人。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无功不受禄啊，下官不能要。为我父王看了这么久的病，应该的。唐慎微的事儿，还烦请大人不要和他说。这个好办，不让他再来就是。不用，他虽很年轻，却也不像个庸碌之辈，还烦请大人以后多听听他的意见，一起为我父王治疗才是。郡主发话了，下官一定带着他就是。大人是个聪明人，萧宁谢过了。唐山威，唐山威，大人。大人叫我成事。辽国南院大王的头疼病，你的治疗之术有把握吗？在下在这方面颇有心得，虽然不能说是万无一失，但是还是比较有把握的。嗯，既如此，那就按你的方法试试。谢大人。你年轻啊，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大人乃学生上司，有什么话不当讲？做医生的，尤其是我们做太医的，问诊行医，这一个肚子啊，非常重要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引经据典，遵章守则，纵有再大祸患与我何干？如若强行出头，铤而走险，嘿嘿，稍有差池，便会陷自己于危难之中。你年少气盛啊，切记路还长。切记呀，沈巍。这个和这个一样，过来一斤。哎，好嘞。这个再来一把。你怎么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又见面了？你见我不高兴吗？是，也没什么高兴的必要吧。那你不高兴，我立马就走。哎，也不是不高兴，就是这路上偶遇，和高不高兴没什么关系吧。迂腐。古人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你见我为什么不可以高兴？难道我丑啊？这个，姑娘言辞犀利，在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。我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本姑娘心情不错。今天呢，你就陪我逛逛街。在下还要采购药材呢。姑娘可寻一两姐妹知己，陪你一起最好。我来自北方。在这京城，我谁也不认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今天陪你采购药材。你我非亲非故的，孤男寡女，实在是。怎么，你暗藏歹意？我唐慎微怎么会有歹意？那不就好了？你我堂堂正正，如同亲兄妹般，不就行了吗？
姑娘执意如此，身为愿做回兄长。好啊，那没事呢，你就多给我讲讲治头疼病的道理，我也学一学。姑娘愿听，在下必知无不言。观音什么上下殚精竭虑，夜以继日，如今大部分已编撰完。大部分？大部分是多少啊？朕今生还能看到吗？臣罪该万死。杨大人，下月陛下千秋寿诞，嘉佑本草若能正式刊行天下，梁大人的功劳流芳百世啊。臣一定按期完成，一定按期完成。好，爱卿不可让朕失望。臣不敢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那个辽人的大王如今怎么样了？他的病情时有反复，我等还在治疗。今日辽人遣使询问他的病情和归期，你们让我如何回答？陛下，不如就说治好了，送他回去。万万不可，若他回去几天后就死了，辽人必然生事。嗯，爱卿说的是，观音署务必要谨慎判断，据实相告。遵旨。世间的药物有千万种，每一种都有它不同的作用。哎，你看这儿，过来看。此药味苦性寒，淤气上火的时候吃它很管用。哦。此药味甜性平。哦，对。它对皮肤很好，尝尝。呸，好涩啊！哎，不对，冷静，冷静，进一个。给我拿着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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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哎，收拾你。那不是那个郎中吗？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哎，上，这会没人。我上。小宁，又碰见了啊！今天你身边可没人。哎，你们不可造次，你们不可造次。你们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不能胡来。快！走走走！这位不是不花大哥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偶然经过，告辞。哦哦，告辞。他们是哪里冒出来的？不会一直跟着我们吧？不会吧？他们呀，也就是偶然路过这里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嘛。怎么可能？那也太奇怪了吧！我怎么了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而已。对了，刚才谢谢你保护我。我手无缚鸡之力的，我保护你什么了？好了好了，别让那些街头混混坏了咱们的兴致，咱们走。菜来喽。二位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慢用。感谢姑娘陪我买药。那我感谢先生今日教我很多医药之术。皮毛而已，姑娘见笑了。没关系，明天后天慢慢讲，就会深入的。明天后天？怎么，明天你不上街买药？今日该买的药都已经买了。还有些没有的药，我想禀过梁大人之后，如果他允许，我想明日去山上采药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！我来汴京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出过城呢，正好同去。姑娘，你什么呀？又要来那套迂腐的话了是吧？我可不听啊！梁大人还没同意呢。哎呀，梁大人公正廉洁，他一定会答应你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猜的，来喝酒。不行啊，申圭啊，皇上下旨，一个月内《家有本草》必须刊行，其他事皆小事，观一主上下全力出书啊。大人，《本草》的整理工作刚刚完成一半，一个月之内怎么可能完成啊？你说不可能有什么用？皇上说一个月就必须一个月完成。遗书关乎千万人的性命，岂可啊？唐神威，道理我比你懂得多，你就不必多言了，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。是，在下告退。大人，有个搬金馆的说是带了郡主的口信。搬金馆的郡主，唐神威，来。神威啊，我改主意了。大人改什么主意了？以后啊，你专门负责辽人大王的头疼病，明日速速上山采药。大人为何改得这么快？我自有分寸，这你不必问。没事的时候再来帮忙修书。学生自当两边兼顾，不负大人所托。姑娘，走吧。花名幽檀，晒干泡水喝有镇痛祛风之效。我要到了这山顶了。这辈子没多大的志向，唯一的心愿就是写一本好遗书，流传于后人。这个志向已经很大了，一定很难实现吧？就算是千难万苦，我也一定会实现的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酒肉虽好却与人无异啊，切记。哎，小兄弟小兄弟，给我看一下。小兄弟，这个风筝送我可好？我拿一个新的跟你们换。我不要。那我用糖人跟你们换呢。啊，哥。哎，神医郎中，怎么喜欢起小孩子的玩意儿了？你看看，这是本草十一中的一心方，自唐灭之后就已失传，民间抄录多有误解，这个不但出自原本，还有图录注解，简直是千金难寻啊。那我帮你得这么一个宝贝，你要陪我逛街？好好好，待我将这一方拆下收好就陪姑娘。今日好巧啊，又碰见姑娘了。是啊，刚才你经过我住的地方，我看见你了。和姑娘相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姑娘住在哪里，府上怎么称呼？你为什么要知道啊？唐神威虽是个郎中，但也知礼仪守道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姑娘你不要误会，
你我本素不相识，但如今时时相见，实在是对姑娘极大的不尊重。沈巍想，如果姑娘也这般想的话，沈巍想禀告家父，托人背礼，拜见府上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要提亲？姑娘见谅，沈巍实在觉得你我这般相处，有碍男女大方。这么说，你愿意娶我？这个我当然不。罢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件事有点难，我家人还不知道同不同意呢。想咱的大聊了，睡不着啊。父王，我陪您喝一杯。那个年轻太医，你们认识很久了？啊，我们集市上碰见的。你很喜欢他？是啊，傻乎乎的很可爱嘛。要我派人杀了他吗？父王，您说什么？你贵为大辽的郡主，岂可和宋人勾搭？父王此言好笑，我一个大辽的郡主会看上宋国的郎中？太后当年指腹为婚，您是注定要做我大辽的皇妃的。父王，您还信不过自己的女儿？在外面待久了，我是多虑了。父王一旦痊愈，我们就回去。那个梁宋已经多次向我暗示，我的病很难痊愈，只能维持。既然这样，我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可是回去无人医治，岂不凶险？你上次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办法。兰陵郡王萧天雄觐见。免礼。陛下，萧天雄身体已渐复原，我主又多次催促，不敢不从。今次拜别，萧天雄深致谢意。兰陵王回辽，当替朕向汝主致意。宋辽交好，千秋万世。萧天雄谨记大皇帝旨意。沈巍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何新刊印的《家佑本草》中将我收录的187个药方删除？我当合适的。沈巍啊，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呀。再说呢，我们这次编撰的是皇家医典，那些来自民间的偏方大多未得到验证啊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大人，这些方子我都是验证过的，而且很多方子效果极佳，对很多之前的疑难杂症有很大的效果，而且这是历朝历代的典籍中所没有的呀。我们编撰的是医书，不是偏方合集。况且你那些方子里，许多用的无非就是瓜果蔬菜，这哪里像个药方？若让同行知道，岂不笑掉大牙？皇上说过，此次编撰《家佑本草》，为的是搜集天下的良方，并没有说排斥民间的药方啊。再者说了，很多寻常百姓家里是买不起药的，
这些偏方记载的药材恰好是寻常百姓家里常见之物，这不更好吗？我说过，这是皇家医典，不是什么寻常老百姓家能看的，你管他们干什么？此书一旦流传于世，后世子孙必有机会得到。你编撰这么大的医书，难道就为了藏于皇家书院当中吗？花了这么多的人和钱，就为了哄皇上开心吗？你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你瞻前顾后，沽名钓誉，没有一个为百姓着想。你有备医者之德，就算编出了书，也一定是一本废书。好，好，你唐神威能耐大，我们这里庙小，容不下你。不过我倒要看看，你这么大能耐，能不能编出一部旷世奇典？我唐神威不求编出一本旷世奇典，但求今生今世编出一本对百姓有用的医书，如此，死而无憾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去了观音署，找了一圈，最后来的这儿。我辞了观音署的职位。哦，然后呢？我准备回老家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要修筑一部最好的医书吗？观音署上下多是自私自利、沽名钓誉之辈，他们编撰医书完全是为了哄皇上开心、博取功名。很少有人想着为天下的百姓写一部实用的、记载一方最全的医书。他们排斥民间的偏方，说什么难登大雅之堂，我的心血都白费了。他们不好好写，你自己写啊！我一个人谈何容易啊！我可以帮你。你？实不相瞒，我是大辽兰陵郡王南京统军使。萧天雄之女萧宁。什么？你是契丹人？那个看病的王爷是你父亲？是。我唐顺威真是瞎了眼珠子，居然和契丹人当了朋友。契丹人怎么了？我们大辽国富民强，上下齐心，像你这样的人才在大辽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，造福万民的。唐顺威虽然愚钝，有眼无珠，任敌为友，但国家大义的道理我是学过的，即便是沦为猪狗，也绝不做背叛家国之事。告辞。哎，二位官爷，咱这观音署可有一位叫唐慎威的医官。哦，他刚出去了。你是唐慎威的哥哥？正是。找他何事啊？家父病重，我寻他回去见父亲一面。啊，既如此，你到他房间等着便是了啊。好，谢大人。啊。三黑龙。天黑之后，潜入城内，三更下手。绝不能留下任何踪迹。是。都给我记住了，那个唐慎威是重中之重，务必起来。我算什么？谭胜威在哪儿？走！你们看什么呀？不许
不许围观了，走！赶紧给我走，走！不许围观了，走走！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人命了？你谁啊？我是这里的医官。哎，这里还剩一个。所有太医都失踪了，你为何却毫发无损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用刑！唐胜威，有人保你出去了。唐兄，唐兄，受苦了，唐兄，受苦了。我要回家。我回来了，沈威，你哥哥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哥哥，他不在吗？爹爹病重时说想见你一面，你哥哥就上汴京找你去了，你没看见他吗？不容易，排好队啊！排好队。哎，来给我。烦请通报，旧友李瑞博求见。李大人，久违了。相公啊，如今你可是一代名医了。大人谬赞，虚名而已。这三年你行医天下，这穷人不要钱，读书人不要钱。连给你送药方的人也不要钱，这天下无人不知道你冠医唐慎威啊！大人，请上座。这三年我四处寻访我的兄长，治病救人不过随手之事。你兄长可有消息啊？石沉大海，踪迹全无。哎，天有不测，世事难料啊！相公，你可要振作起来。大人说的是，大人此次前来只是劝我振作的吗？哦，实不相瞒，我是来请相公救命的。救命？到底是什么事？我父亲突然得了风毒，卧床不起，满脸都是脓疮。我听说你回家，我赶紧过来请你出诊。风毒症，得了多久了？半月有余。那可耽搁不得，咱们得赶紧上路。唐帅。给我准备行李。好。不行。怎么了？门口乡亲们等候许久，需看完再走。哦，应当的，应当的。看完之后，咱们连夜赶。拿这个方子配药，再烧一锅热水，将药泡入热水，倒入澡盆，给李大人泡半个时辰的药澡。这是什么嘛？大蒜、茄子，竟然还有柳树皮和公鸡血，这明明就是骗人的方子嘛！休得胡言，快去！谢唐大夫救我父亲性命，风毒症很难根治，我这儿有几个锦囊，保管好它。
待发作之时，打开它。多谢。桌上有两位贵客，不知你可否认得？二位师兄如何在此啊？堂兄久违了，我二人因母亲病逝，在家守孝三年，近日期满，朝廷召我俩回京，正好途经李大人处，登门拜访，没想到堂兄你也在这儿。上次在京城幸得二位施救，一直还没感谢呢。 举手之劳，何必言谢呢？啊，来，坐下。堂兄，你可听说关医署最新的消息？什么消息？家父来信说，当年关医署十几位太医失踪，可能是辽人所为。哦，有证据吗？朝廷派人出使辽邦，听传说他们南院大王从中原带回去不少的名医，有的还在他们那儿做了官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 还不是羡慕我大宋名医之医术，他们那个南院大王不也来我京城看过病吗？我们就在性命，他却辱我衣冠，实非君子所为啊！那要这么说，沈巍的哥哥会不会？我哥哥去京城寻我，必须关医署，又很有可能一同被掳。如果真的被掳，这生死可就难讲了。多谢二位孙兄的消息，沈巍就此告辞，去寻兄长。 什么？你要去辽邦？万万不可啊！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去。即使是只寻回一具骸骨，我也不能让他客死他乡。叫。大哥啊，这哪像边关呀？京城还热闹吗？那是。 契丹人呢，都来我们这边买东西了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人更多。哎，这关上怎么没守关的将士？将士，他们出来干什么呀？添堵啊！是，几十年没打过仗了。是啊，再往前走两里，就是他们的关卡了。人家查得严，我就不能再送老爷了。 干什么的？去哪儿？我是送牛马生意的，要去塞外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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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！客官，您慢用。哎，大哥，您可知这里有个姓唐的大夫？姓唐的大夫，我们这姓唐的大夫可有名，那是郡王府五品的医官。 大哥可知他的姓名？唐山岩，那是神医，谁不知道啊？站住！干什么的？难为你了，找到这儿。 没想到哥哥真的被掳到了这里。这世间的事情，就是这么蹊跷，如同做梦一般。梁大人呢？梁大人在被掳来的路上染了风寒，没两天就死了。其他人被分配到辽人各地做了医官，我嘛，因为是你哥哥。 所以就留在这儿了。你为什么不往家里写一封信？早早哭的眼睛都快瞎了。你以为我这个官儿是什么正经官儿呢？这看门的、扫院的，身边哪个人不是叮嘱我？你来找我，我也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哥哥，苦了你了。 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呐！我也不算太苦。这儿的人都敬仰我的医术，除了回不去，其他一切都还好。你难道不想回家吗？早早日日夜夜都盼着你呢。怎能不想啊？想，可王爷能放我呀？唐大人，王爷听说你兄弟二人团聚。 此在王府设了盛宴，请二位一道前去庆贺。
如何？人家的地盘小心快着。我去求那王爷了，放你回家。这才像我大辽的神医嘛！汴京一别三年，今日你们兄弟重逢，本王十分高兴。来，喝！来！ 喝！大王当年所为，可谓是惊世骇俗啊！哎，本王也是求贤若渴嘛。你问问你哥哥，这些年来，本王待他如何？大王与我有知遇之恩。看见没有，沈巍啊，既然你来了，就别回去了。我呢？ 好好的举荐你，做我大辽的首席医官，如何呀？多谢大王提携，沈巍此次前来是带哥哥回家的。回去干什么？你兄长已是我大辽命官，不可以再回宋国。父亲去世三年，兄长理应回家守孝，否则是大不敬啊！更何况孤儿寡母在家苦苦度日。 我哥却在此享受荣华富贵，实在有违天理。哎，妻儿可以接到我大辽来吗？至于守孝嘛，望大王成全。大王，沈爷来时不知父亲已故，如今听说痛彻心扉，请求王爷准我回乡守墓祭奠。准了你。 就没了你了。若王爷答应，沈爷愿意回来。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<笑>好，不枉我平日待你之情。既然如此，我答应你。谢王爷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请讲。这些日子，军营里疫病横行。 士兵操练都很难，更别说上阵作战了。你们兄弟俩需助我扑灭疫情，方可回乡。是。左路刘平将军苦战一个月，兵败被俘；石原孙将军右路被打散，不知踪影。现在只剩下许德怀将军一支部队孤军奋战。范仲淹呢？ 范仲淹和韩琦现在何处啊？韩大人和范大人正调集北路兵马，最早尚需5日方能到达兖州。当下叛乱实属突然，如今我北部兵马都调去平叛，此时契丹若趁机出兵。 大宋危矣呀！皇上担忧极是，若果真如此，我军将腹背受敌。爱卿，意味如何是好啊？臣以为当务之急，需令宫卫京师的御林军全面动员，以防不测。同时派遣得力使节前往南京，一方面探其虚实，另一方面晓之以理，打消他们 趁机起兵的念头。嗯，就以爱卿所言，治疫亦应水土不服，四因实会不竭，再因虫鼠啮生。治疗之首要就在于身体洁净，饮食干净，居所清净。记住啊，5天洗一次澡，10天洗一次衣服。老鼠爬过的饭菜一定不能吃，喝水一定要喝井水，不能随地大小便。这一乱啊，倒也不算麻烦。北方草原上的士兵不适应南方的水土。
再过些日子就能控制住。嗯，这有点奇怪，最近调来这么多北方的士兵干什么呀？这南京城都快成大平营了，难道要打仗？不会吧，宋辽和睦这么些年，百姓安宁，打仗有什么好处？管他呢，反正过些阵子我们就回家了。哎呀，这仗真要是打起来，百姓可就遭殃了，即便是咱们老家又岂能幸免啊？哥，你真的还想回来吗？为什么不回来？这儿的人对我很好，而且我也很有用处。哥，问你件事儿。说。当时我在汴京给萧天雄看病时，他好像有位郡主，如今怎么没有见到他？郡主萧宁啊，他去上京了。你认识他？啊，见过。他可不得了，大辽下半年就要筹办大礼了，到时候他可就是大辽的皇妃了。大宋礼部尚书李瑞伯奉武皇谕旨，特携今年岁币礼品拜见郡王。李大人远来辛苦，请坐。宋辽交好多年，双方和睦，百姓安康，又闻郡王爱女将出嫁大辽之主，荣登好位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多谢。听说党项人自立为王，攻城略地，贵国的皇上恐怕不太舒坦吧？李元昊拥兵自立，逆天背信，我大宋十万虎狼之师前往征剿，其束手就擒，不过朝夕而已。哦，但愿如此。此次来时，欧阳雄大人让我给大王带句话，他说患难时的朋友才是真朋友，我大宋乃礼仪之邦，绝不会辜负朋友。欧阳大人的文采很好，他的话很中听啊。我此次来南京，一路之上看见郡王军队调动频繁，不知大王所谓何事啊？你们打仗了，我是怕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稍作调遣，以策安全。如此十分应当啊！李元昊狼子野心，被我大宋迎头痛击，这万一转回头来咬郡王一口，那也是十分凶险啊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此次李元昊叛乱，我大宋上下痛心疾首之余，也深感准备不力之痛。如今边关各处将士们皆枕戈待旦，不再会让宵小之辈乘机而入了。哦，那样很好。给李大人上茶。哎，李大人。哪个李大人？王爷，朕的两位主分明已经看出我们要出兵，绝不能放他回去。嗯，出兵之事，需等皇上同意，不能急。已经看住。是。他们要打仗。嘘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们都听到了？没有。哎，这你们要打仗？不错，如今宋兵被党项人牵制，正是我大辽绝好的机会。那样会死很多人，很多无辜的百姓呢。那又怎样？当年我父王战死沙场，我隐忍了这么多年，
现在终于等到这个极好的复仇机会，我要为我父王报仇，完成他未尽的夙愿。其实我们和和睦睦的在一起生活不好吗？我们都有亲人啊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你宋冉有再大的志向，也不能不……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大王若打下宋国，可要封我兄弟俩大一点的官。那当然，你们为我将士治病，功劳很大。多谢大王，叩谢大王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制止战祸，就得马上通知宋朝边境守将，早做准备。但是咱们的话没人信。那怎么办？去找宋朝使节。哎，哥，刚才你……刚才不贵能脱身吗？哥哥，还是你有心计。兄弟，家国大义，哥哥还是懂的。走。门在那边呢。走门还出得去吗？走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是医官唐慎言，奉王爷之命给宋使送些风寒之药。哦，唐医官，请进。若不立即报警，大宋危矣。那大人赶快走吧。这外面全是辽兵，我岂能走脱？我看，还是烦请二位，赶紧脱离此地，前去报信。大人，我俩不义之人，边关守将何以会相信我们？那我修书一封。不妥，阎罗若欲盘查，邪术必死无疑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李大人，你换上我的衣服。大哥，你带李大人出去。那怎么能行？怎么不行？现在是晚上，看不清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就在这里办李大人呀。哎，不可！如此你性命难保，万万不可啊！若不如此，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留下，大哥休要再说，嫂子孩子还等着你回家呢。不行，辽兵都知道你是五品的医官，只有你能带李大人回家。好吧，兄弟，保重。我与那萧天兄有救命之恩，不一定有事儿。快换衣服吧。我替天下苍生。谢谢相公。赶快把宋使给我追回来！快！快！启禀王爷，一直追到宋国边境，宋使已经出境了。你说什么？宋使已经出境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完了！如此一来。必有准备了。我待你兄弟不薄，你们为何如此？就因为你们是汉人，我们是契丹人吗？当然不是。宋辽和平多年，百姓幸福，我们不想因为你一人的仇怨，领刀兵再起，丧生涂炭。你一个郎中，这些关你屁事儿？
我一个医者，若无悲悯天下之心，怎么能担起治病救人的责任？那好，今天我就把他挖出来，看看到底如何悲悯天下。 心血冲脑筋，若不及时，头部放血，其命休矣。啊！头部放血？有没有锋利的小刀？快！ 开水毛巾，快去！开水毛巾，快！ 王爷的病若是有反复，可按锦囊上的方子用药。只是王爷的酒，断断不能再喝了。谢谢唐大夫。唐慎微就此告辞。 消防费，对了，这个王姐给你，你留着吧。他在我这儿是把凶器，在你那儿却可以治病救人。好吧。 你真的想娶我吗？那时我真的很开心。
也许有一天谁和谁都可以，只要互相喜欢。你一定要好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写一本全天下最全最好的医书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得到。一定。唐慎微，北宋著名医药学家，公元1082年编成《经史正类备急本草》，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、内容最完整的一部划时代本草学名著。李时珍评价唐慎微，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，垂之千古不至沦没者，皆其功也。因此，唐慎微可以当之无愧地堪称是中华中医领域的药学始祖。